臭。有啦，留起啊。我有个，更多位了。啊，这鱼也惊死，连拉下去都来不及，被我扒上来了。啊，他没有反应呢、啊。他会打我嘞，打我是中鱼。快啊，洗母的，快，拖屎。啊，你爱做你啊，你叫你好点嘛，袂话，你读感情下伊啊。别怕我靠，怕我靠要死哦。好啦，哦。哦，可以的呢，哎，我靠，卡大呀！啊，鸡头你钓就好啊。好啦，龙头鸡头就好啊。啊，哦，那是素食。今麦再来卡大只，我卡多来用小米机啊。哦，搞啦！给你变臭多声啊！哦，臭多声，过重，有啊啦，安尼哦，好啊，挂塞。哇靠嘞！小蜜鸡臭臭的，钓外面好像小蜜臭的很多呢。快点哦，倒折倒折，快点哦！哇，倒折掉了！哇哇哦，倒折的嘞！说实在，那一种虽然赚很多了，但是也不会特别去羡慕。肉粽放伊是咩啊算？一只肉粽五万块嘞！你即摆坐伫遐坐肉粽面顶，你知无？玩钓的在笑你说。干嘛在岸钓？然后渔船在笑，船钓的说：“你干嘛船钓？”拖个劲啊！哎呀，你不是说满嘴鱼不咬？对啊，可是你再刻下去的时候，有小兵又出来了。哦，对啦，
要贪心的对啊，非常单调啊。因为最后是看到有豆仔。当然没有。然后还有来咬吗？第二次。来第二波都来看而已。哦。来看卖公仔是我开多少兄弟姊妹钓的料。那来了，现在来了比较小了。在受训呢，那个我要等儿子大一点才我才有机会了。我爱泡趁。冇紧啦。你迄珍珠钓鱼卖一万组就会使哩啊。一万组。啊，鱼跟着在跑啊，它其实也没有跑掉，只是说小只的比较追得上，大只的追不上。跟着比较大的。哦，真的比较大哦。我有投射。哎呀，真的比较大。哎，若无专心要伫遐钓的，放嘛无想要伫遐钓。靠背，你个好高个嘞！真忝，真吵啦！我嘞，我礼拜五上课是有上课的。是哦，太高。哎，干啥嘞？各位。哎。好啦，哎呦，咬呢，哦，扒了下巴啦，不，那是鲫豚害的。把钱钱拿去海里面囤。大饵钓大鱼啊，把我大粒的，才大块的，搞这款代志。哦哦，来得出的哦，又来出的了啦，又开始来出的嘞，但是真的是永无止境嘞。啊？臭度轮回嘞。啊，早点撤退回家，太热了。来，钓钩就好了。拜拜。